承诺将房子出租，且只租给顾安心小姐，永不涨租，永不售卖。如果有违背合约内容，将视为主动放弃房子的所有权，且房屋归安心小姐所有。你这个合约写的也对你太不公平了吧？我是房东，你要给我租金，很平等啊。就像这个欠条，当初我占了你的便宜，现在到你占一把。谢谢你。这里是我们感情的开始，现在是我们感情的延续，我们会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再也不会分开了。等等，我们现在是正式情侣了，要个晚安吻不过分吧？你早点回去睡吧。那我明天来接你，晚安。晚安。等一下。晚安，大舅子。谁是你大舅子？走了，回家。走了，他抱我。他喜欢你。哥，消消气，喝口微醺。你跟林月怎么，你这么轻易就答应跟他在一起了？就是有一种感觉，叫做鬼使神差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你是真的爱上他了？哥，我听说了，悠悠跟我说了昨天的事情，她昨天可能是有一点紧张。别用悠悠岔开话题了，你跟林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你看到的这么回事。不是哥，林月他们一家人都很好，除了他那个哥哥林芳，其他人真的很好。哦，就见了一面你就知道人家好了？看样子你真的陷得太深了。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他的话，我愿意让你们好好试一试，但是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如果他欺负你了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受委屈。我就知道你最好。你的手链呢？哦，我出门的时候把它放在盒子里了。你还是戴上吧，戴上会安心一点。没关系，现在我已经很少做噩梦了。是吗？戴了这么多年，突然有一天就不需要了。什么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。嗯。我准备搬回杨梅胡同了。那房子不是卖了吗？是卖了呀，不过新的这个房主呢，还是打算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。我这不就赶上了吗？刚好就遇到了。那要是这个新房东像以前那个房东一样说赶紧走就赶紧走怎么办？嗯，不会的，我跟这个房主签订了一个特别的协议。不会被赶出来的，你放心吧。这才刚搬进来就要走，你就那么喜欢那边？
那边确实是没有你家好，也没有你家住的舒服。不过我真的是习惯了，而且那边有我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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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珍贵的回忆。哥，我就搬个家，你不用搞得这么生离死别的吧？你想来看我，你随时都来，我也可以经常过来看你。但是我已经长大了，不能老住在你家。你可以一直住在我家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什么时候搬，我帮你。您好，我来帮安心小姐搬家。真的是麻烦你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啊。没事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林总今天本来打算亲自来的，但突然有个会，所以。不是说好了明天才搬吗？为什么这么突然啊？我看他就是个腹黑男，小心眼。您尽早搬过来，林总这颗悬着的心才能尽早放下来。那我先走了。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，路上。不用送了。